做分享，嗯、呃，感恩导师，感恩天地，感恩太阳公公，感恩营运长，感恩 Amy 会长，嗯、呃，各位线上的超马家人们，大家平安，我是刘云清，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那刚才读到这一段，面对搭飞机的这个恐惧，那由于南非呢锁国了这个两年多，所以呢我也有两年多没有搭飞机了。 呃，的确呢，在以往这一年多次的往返台湾当中，确实呢也遇过这个乱流。最严重的一次呢是在用餐当中，这个大家的杯盘呢都因为这个飞机摇晃得太严重而散落在满地。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学习超马，所以呢在这个这个呃飞机里呢就听到这个乘客大家不同宗教的这个求教声，的确会让呃让。 在在场的这个每一位呢，非常的紧张、恐惧和害怕。那感恩这一段的这个学习，以后有搭飞机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在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所教授的这个心法与太阳产生很好的这个默契中，呃，在我们生活上，呃，是真的很容易增长智慧和力量的。那也会让人心生欢喜，并且呢，心很安定。呃，以前我很怕晒太阳，觉得这个晒太阳脸上会长很多的这个斑点，所以呢，每次出门我总会包得紧紧的，然后再撑一把这个阳伞。 那我们餐厅的员工们呢，超级的怕跟我走在一块儿，因为我的装扮呢，在南非人的眼中实在是太奇特了。那现在学习超马以后，我总是找机会就到这个外面晒晒太阳。啊、呃，以前呢，我从来没有觉得太阳这么样的可爱亲切。那现在呢，运用太阳的光和热，真的是呢可以稳定这个心里面的这个。 呃呃，各种的不安的这个情绪，那也会让人心呢，这个这个很安定和平稳，那非常的这个这个感恩这个超马的太阳心法，还有太阳灵验转运法，让我这个蒙面蒙面侠呢，还有呢跟这个员工不太敢跟我走在一块的这个形象呢，完全改观。那也感恩这个超马呢，呃，这个让我和员工们。 家人们，还有好朋友，还有呢，我最亲爱的家人们，这个这个彼此间的这个距离呢，都都拉近了。那现在的我呢，每天呢都会做心法的练习，真的非常感恩超马，让我在现实的生活还有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渐入佳境。那这个另外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呃，我加入超马这一年三个月以来。 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国超马家人们的鼓励，呃，不管是他们的体验分享，或是精神支持，都带给我努力生存下去的勇气。那在这一段时间，我也学习到，唯有自助、人助、天助。 才能让自己冲破逆境，创造生机。啊、呃，有这么好的系统，真的很乐意，很希望能够分享给更多人来了解和学习，让更多人受惠。特别是在这个严重的疫情锁国之后，那非常感恩天地，感恩太阳公公，呃，给我的这个幸福恩典，协助我们南非的这个读书会呢，日渐发芽，日渐成长。 那在前两次的这个共修课当中，呃，曾经听到导师说，现在全世界五大洲都有我们超马的家人哦。那呃呃，我们所在的这个南非是最后一周有这个超马的开始，感觉上呢，导师好像是在对我说话，在鼓励我。当时我真的是瞬间飙泪。 这个这个肩上的这个使命感呢，油然而生。那也非常感恩我们读书会的这个同学，大家非常的热诚的参与。那也决定在下一个月的五月二十九号，在我们餐厅呢要办一场爱与感恩的这个介绍。 分享会，希望呢能够邀约一百个人以上的这个侨胞呢来参加。那也非常的感恩，在上个星期这个一个星期的当中呢，呃，这个台湾的超马家人呃的资源和支持，呃，分享了我们这个分享会三十箱的这个书籍。那也感恩我们这个同学当中呃这一位 Mandy 同学和他们的这个老板沟通，这个老板呢一口答应就。 呃，同意呢，让我们这些书籍呢放在他们的货柜当中，呃，会在四月中，四月二十二号左右呢，会运送呃到我们南非。那在这个这所有的这个同学呢，呃，除了参加这个读书会之外，那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南非的这个同学们，大家居住的非常的这个分散，没有办法呢，像在台湾出门有公车。 或是捷运可以搭乘，但是呢，同学们为了这个这个南非的这个分享会呢，嗯、呃，大家也这个讨论，希望呢，在这个呃下班之后，就是在 weekday 的时候下班的呃呃之后呢，呃，早一天来我们这个餐厅相聚讨论，如何呢，能够将这个爱与感恩这个介绍分享会能够分享给更多的这个南非的侨胞们。 呃，当我们围在一起呢，大家用心的分享讨论当中，总是让我莫名的感动。因为呢，我不再孤军奋斗了。那现在呢，有些的同学们，他们也在线上，真的好想对你们说，感恩你们，有你们真好。啊、呃，南非呢是异乡，也是我们的故乡。希望有一天呢，因为有超马，因为有你，有我。 南非呢也能够步向无灾无难、幸福祥和的天堂。以上呢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啊、呃，我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南非，也祝福每一位家人们喜乐丰盛、灵命要生。我们都要快乐的为天地做见证的分享，感恩大家。好，谢谢刘老师的嗯、呃，这个非常棒，有正能量的共振呢。 那也跟这个线上所有南非的同学们，啊，也祝福大家呢，啊、呃、在这个推广的上面呢，啊、呃，就更加的顺利。那呃，近来也看到南非同学的这些啊、呃，这个太阳灵验的心得等等呢，也可以感受到在那边，啊、呃、的这个能量不断的提升。那也因为呢，同学们啊、呃，听到了这个。 呃，操马的很棒的见证呢、啊，也愿意来做实验，也听到很多的呃，好几位啊、呃，南非的同学们在生活境上有开始有这个转变。